没想到这只小龙虾人气还挺高，其实它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，就是我在河里抓的，很多人想买走它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爸爸又来喂食了，是不是很开心呀？先闻一闻什么味道。好像还不错，再尝一尝，是我的菜呀。溜了溜了，这个傻子吃东西还不让我看，难道是怕我给你抢走吗？